你好，你好，各位，呢度咧，我想好快好快讲两句，想介绍一篇文，叫做《同道偕行》。呢四个字系普世教会2023年开全球主教代表会议系用嘅主题，更新教会，希望每一个教区都更新，每一个堂区都更新，使到所有嘅教友真系系同道偕行，唔单止教友，如果全世界都系同道偕行更加好，系咪？你慢慢睇呢篇文，帮你了解呢个会议嘅意思，同埋呢，如果在自己的堂區討論緊更新堂區，都兩樣嘢係都可以一起討論的。如果在堂區 要更新一啲嘢，將嗰啲資料寄咗俾羅馬討論，更加幫自己的堂區，幫羅馬有啲實際的問題要討論。咁啊，希望你睇咗之後咧，如果你有咩感受有咩感觉，你都可以同其他嘅人啦，WhatsApp 讨论啦，倾偈。多谢你，再见。